台中市的一处路口在日前发生了机车碰撞事故，一辆重机疑似没有注意到车前的状况，跟左转的机车撞个正着，车上的三个人通通送医治疗，还好没有生命危险。而另外呢，在彰化则是有小轿车疑似闯了红灯，撞上绿灯直行的机车，巨大的撞击力道将骑士当场撞飞，也把目击的民众都给吓坏了。哎呦！机车和小轿车路口发生碰撞，骑士连人带车被撞飞，一旁正巧有民众目击，吓坏了。从另一个镜头再看一次，小轿车来到路口，直接左转和机车撞个正着，骑士被撞飞了好几公尺，再重摔落地，躺在地上看起来相当痛苦。驾驶赶紧下车查看，同时也避免骑士再遭其他车辆撞到。机车是喷来这边了，波及到我们的机车。肇事的小轿车车头车身毁损，机车被弹飞到一旁时还波及附近驻驾另一部机车。这起车祸意外是发生在24号晚间9点多，地点就在彰化分园乡彰南路三段和中山路口。小轿车驾驶疑似闯红灯酿祸，这小客疑似闯红灯，双方经酒测均为零。无独有偶的，在台中西屯区也发生了一起车祸意外。重机骑士沿着西屯路直行，在西屯路与汉口路时撞上了双载要左转汉口路的女骑士，双双倒地送医。透过路口监视器还原车祸过程，当时车水马龙，重机骑士闪过了路口一辆准备转弯的小轿车后，随即和机车碰撞。汽机车驾驶人行进路口，务必减速慢行，并保持礼让。而这起车祸也造成两部机车毁损，三人受伤送医。至于详细的车祸原因，还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。记者中部综合报道。